表哥天啊，今日做咗三条直播，咁啊做翻条录播，始终大表哥天下都要交功课。今朝早睇到中国人平均收入最新嘅世界排名，1960年中国系排78名，时隔10年1970年跌到82名，1980年跌到94名。1990年跌到世界105名，2008年全世界中国人的收入是106，2010年中国的收入平均数字每一个人跌到127名，即是说由1960年开始至到2010年每况愈下。但是中国的 GDP 的世界排名1978年是15名，1990年是10名，1995年排第7，2000年排第6，2007排第4，2010年排第2。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，人均收入在世界水平来看，即是说越来越低， GDP 就越来越高。这种这样的怪现象，恐怕地球人都冇辦法解釋係乜嘢道理。既然 GDP 越來越高，就講明中國嘅經濟越來越發達，咁樣人均收入就應當越來越高。2009年中國人均嘅薪資收入佔 GDP 比例由2008年嘅12% 下降為8%，比非洲仲要低，為免世界最差再創地球新低。这个才是真正的现实。那当然所谓的改革开放，正是红二代、红三代和他们那班公务员、共产党他们发了达，他们霸占了央企、国企和大型的民企，三公消费过每一年都上万亿，贪污盗窃巨量的财富输送国外。2011年中国就有6万亿的税收，基本上的预算是外循环，钱不见了。40年来中国老百姓并没有什么实质好处，典型的月薪3000，农民更穷。2022年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是每个月98元，即是说所謂的國富民強，到最後尾只是國富，即是話共產黨富裕了，至於民強，即是你哋，咁好有可能你姓許，所以你叫做許民強。除此之外，我唔覺得中國嘅經濟發展係關乜嘢？關嘅就係中國人嘅事，因為你睇到寧與外敵，不與家奴。你看到中國不停地在派錢派錢派錢派給非洲國家，但是我們中國一些醫療系統各樣東西你都看不到。這個的數字是告訴中國人，你們現在經常說你們是世界第三世界的龍頭，結果實際上你們連包尾都未得。節目做到這裡，希望大家 like 追蹤、 share、 訂閱科金睇廣告，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飛財。大飛哥天下需要大家的支持，希望大家請大飛一杯咖啡，拜拜。